好，大家好，今天呢又是我们最没有营养、最没有社会意义的单元，是我们 Woo Talk 系列。那我们要先来欢迎，就是我们最没有营养的来宾燕如。反正我们今天也是来排解单身男子的寂寞的感觉。又是男子，还是我们来女子也可以？这边就没有女子啊，这边就是只有男的、啊。你那边要找女的多难？所以我们是恋爱的频道。对，我们是电话，对，我们没有电话，我们只是文爱。好，那我们要先用什么蜜语？那我们来看这个剧，不行，等一下，不行吗？等一下，我们今天哦，18岁以下都要可以观赏，要健康，就是这样吗？18岁以下，我是陈廷飞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嗨、啊，这是什么？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聊张韶涵，你听张韶涵有什么歌啊？听张韶涵。是你爱情的药药，哎、欸，没礼貌、哦。我已经尽量不色情了，除非他觉得啊，真的是。好的，再一个，Do things right， 你知道 Do things right 什么吗？我不知道。柯文哲的新歌，真的。我们要怎么引诱他？我想聊一点深夜的了，不然我要睡了。哦，来了耶！你什么？不行，不可以，这不行，太直接了啊！太直接了，请你改隐晦一点的。我是你的，不是啦，我说色这个字要改掉了。怎样？我就不要对他。我是你的色情小警察。好，我跟色。你有约的经验吗？喝咖啡。哪种的？约跑。他开始了。你就不要让他直接下去，你要把他引旁边。你跑。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东西。好，你跑长途的吗？看。看会不会很好很好，你真的是增加我工作困难度。算长途，通常不短程下车，你跑步还上？你跑完可以再跑一场吗？我喜欢多场冲刺，短米也是另有滋味。那要看你的耐力了。我很开。可以当你的大脚鞋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脚的话，你说用脚去，我说脚是一个象征，然后就是，然后很耐。我觉得他不懂，我觉得太怪了，太怪了吗？那你知道什么？你要讲什么？你的脚够大吗？这样吗？这找不到。他懂我。你的脚长多少？我帮你受不了。我可以撑很大很久。我甚至不喜欢穿袜子。Oh my god！ 我喜欢洗脚汗。你看，这可以聊多少？他说不懂。你以后开频道就专注这个。你说心安是爱是？你有香港脚吗？都不穿袜子。你说你有菜花吗？你几天没跑了？都自主练习，很有自律哦。教练想要给你奖赏。谁是教练？你是教练？我是教练，他是教练。我们是鞋子哎。他是脚，然后教练是谁？那你要怎样吗？三 P 吗？鞋子都已经聊完了。所以要你就要换一个 topic 是不是？对啊，好嘛，你都穿哪个品牌？我不想。你喜欢哪个品牌？继续转，我们看可不可以转出一个山穷水尽。我是台湾本土品牌。什么意思？台妹啊？对啊，好像还没有切入核心呢、欸。很紧。所以练习，你说我不想当练习品。我不想当练习品。我要钱。正常，你说买鞋子就要钱，鞋子要花钱的。哦哟，不要啦，限量的美。我 Jordan， Jordan 鞋是这样品牌？不是，对不起，我没有买过 Jordan， 他们吐槽我，我害怕、哦。非长途的，什么意思？飞？飞去哪里？突然换飞机了？我们长荣航空吗？还是什么？
哇好，很紧，需要试穿才懂的。那你想试穿了吗？我觉得差不多可以换下一个人了。真的、哦？真的，我觉得观众也看腻了。那我现在直接进入话题。什么进入话题？什么话题？那刚在干嘛？要你加 APP 处置就是诈骗。你说你是诈骗吗？找什么？哎，超色的，太色喽！这个不行。不然要找什么？要找像刚刚那样清纯的男子。刚刚那样清纯？什么女？还是我们从头到尾就不要讲我们是女的，就是他们自以为这样就是男的。好啊，跟我聊要先有标准，标准。你的基本配备是隐晦一点，隐晦，来看你的实力了。虚软，这个虚软。怎样？我们来看看懂吗、啊？好难懂啊！你确定你要往电脑这个领域发展？因为我是不懂啊。好直接、啊，哪里直接？来，我看电脑可以，电脑可不可以聊？那你记忆体多大？这是记忆体啊！不是，但我分两种记忆体啊。所以那你要打、啊、快闪还是？咦，SSD？ 所以要 HDD 吗？比较慢，不太一点。HDD 就不行。那不是，不是，不会有女生懂这个，够快吗？不想太快的，也不是，它不是 SSD， 滴滴也不够快。你第一次吗？你走过电脑吗？他没有哎、欸，没有。你说你只有主机板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有主机板吗？不是，主机板是不要配。你有脱外壳吗？别讶异，他有，他懂了，他懂了，他有。我们把他讲，他有主机板。我觉得他可能是我的粉丝。你说他可能等下说你是不是黄大千这种？对。他给我们一个 surprise， 每天都自己登入，他自己捅自己线上游戏单机版。啊哦。啊，我是什么？星际传说吗？好，我来夜背这句。你们现在就开始夜、yeah, 这样。啊，单家单机啦，打错了、哦。单机没那么好哦。什么意思？他可能觉得单机玩单机不太好，他想玩线上游戏。玩线上的氪金吗？哇塞，哇塞，怎样？哇，要氪金，這個、要氪金才有装备啊！没氪金不好玩哦。没试过，好吧，纯粹玩好玩的。啊不，啊不，这样讲不太好，失望。说个屁啊！他先打，他先打。感觉你丰富，好的。我修过很多电脑。太难了，我们的主体到底是什么？就是、那是软体还是硬体？跨界。哦，跨界。跨界。你的硬体够强吗？什么够强？够强吗？我够强。不强不能玩现实。Lego。他不想跟我们聊，差不多可以结束了吧？他不想跟我们聊了，姐姐累了，先下线了，弟弟加油，打魔龙，魔龙是什么？世界是你的，先给我微信，大陆弟弟，我突然醒了。醒屁啊！醒个屁！让他有那个有一点就是感觉，不冷却了。我关机了。你就说自动关机，五四三二一。你说我安排更新十点半，你赶快去玩更新的游戏。拜拜。好了，啊，有一个好 ending 吧。OK，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 Wu Talk
聊天系列。我们真的需要刚刚聊的都不是我的粉丝，好不好？我们需要有什么认知、情意、技能？我们这三方面给到什么？什么？教育学啊，认知、情意跟技能这三个面向。认知，然后情什么？然后我们请教育系的朋友在下面留言。好，认知的部分请解释。认知就是知识的获取。啊，我们得到的就是。除了直接聊之外，我们还可以用其他东西来做隐喻，这样子就可以同时保护自己跟保护他人。然后再来是我们的情谊的部分，是情谊是价值观的部分。价值观就是呢，多穿鞋子，然后要穿袜子，要穿鞋子要记得穿袜子。这都会剪进去吗？这个不是剪在价值观，是知识吧？价值观直接说就是不要乱穿鞋子。好，不要乱穿鞋子，不要穿自己尺寸不合的鞋子。对，要穿就要穿尺寸有合的鞋子。就是你买的鞋子就要负责任。对，你买的鞋子也要负责任。然后不能只能买一双鞋子。为什么不能只买一双鞋子？不能只买一双鞋子。你只能买一双鞋子，你要买很多。你刚刚说不能只买一双鞋子，我说只能买一双鞋子。你在鼓励什么？是手在那边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的影片。那如果你喜欢这边影片，你帮我点喜欢，加订我的频道。要不要再讲一下12年国教的素养的部分？然后把这边分享给你所有爱聊天的朋友。OK， 拜拜。我睡着了。